穿着排湾族传统服饰与老婆肩并肩，屏东三地门的赖昌阳上士率领所有新人步入会场，脸上表情藏不住喜悦。这次引领陆军一队游行的正是新人代表上士黄凯田。陆军司令部26号这一天，粉红泡泡满天飞，大汉营区举办官兵联合婚礼，122对新人共结连理。通常军人的时间都花在国家上面，我很少会在家庭里面。我本身就是很喜欢军职人员，所以这些我都可以概括承受。我们从今天起不仅会对国家效忠，更要无条件服从我们的另一半。从原本的你和我，现在变成了我们。进到会场内，一对对新人穿过龙耀剑门，新郎屈膝献上捧花，其中这一对也很吸睛。我很开心，我生在台湾，可以让我和我的爱的人走向婚姻。新人邱红旗、刘嘉玲，互换戒指也代表着进入人生下个阶段。不过军人伴侣大多都是假日夫妻，休假才能见到面。现场长官也送上祝福与勉励。当两人决定要共组家庭的那一刻起，不论得失顺利，都要相互的扶持。献上祝福，也不忘鼓励新人们增产报国，幸福爱相随。华语新闻陈明燕、刘北瑶桃园采访报道。请订阅、按赞、分享环宇新闻 YouTube 频道，并开启小铃铛，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。